火龙果啦，爬上树啦，火龙果可以爬上树啦，哎呀，一样也会长火龙果啦，很不用包袋子了，啊，这只要有一根竹竿，它也会爬上去，哎，靠近那个墙壁，它也会爬上墙壁哎，靠近铁皮屋那个墙壁啊，墙面它会往上爬哎，哦，这个叫阿伯的，哇！花盛开的时候，哈，一片黄红，很美。好，一条一条的掉下来就是这样。哦，原来这个是阿伯的，阿伯的。